在咧云林的古坑花山文化步道，因为地方是无喷农药，今年拿花最近又搁开花，都吸引真侪纸板店，正做先来看乌蝶的热门景点。台湾纸板生态保育协会就讲，等花期十月结束了后，对所向南边去躲冬咯。导览员详细介绍纸板鸭外观和习性，比如游客更加熟悉纸板鸭。往年清明节前后，纸板会飞到云林南来塔口往北方。但最近为了高坑花山文化步道，跨境申请上万纸板鸭国际美食，是结合就是水保署的一些经费，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条现在在这一个步道上是我们的文学步道，也是我们主要我们的休闲农业区主要的那个导览路线，所以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一些绿园植物，然后让蝴蝶然后蜻蜓可以过来，所以今年的话就是整个那个紫斑蝶整个大爆大爆量这样子。花山休闲产业促进会表示，为了营造富裕生态，当地村长带领村民，拢做全面禁用农药，并在去年开始，沿着花山溪文化步道，进入300公尺的高氏福泽兰美园区，近期花盛开后，吸引大量纸板鸭，成为花山生态新亮点。过了像说清明节之后的一个迁移现象过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扩散的一个现象，它可能会到处去停留啊，然后有好的蜜源，还不错的地方有些别它就会留下来的。国庆花山出现大量的纸板鸭，更影响到未来纸板鸭迁徙生态。对此，台湾纸板鸭生态保育协会就讲，花山地区是过境纸板鸭所生的二代鸭。黄岩鸭数量虽然多，但未影响到迁徙生态。按算十月花期结束后，这纸板鸭会南飞过冬，继续往云林报道。